上一部影片直接十连抽中八粒耶，天哪，那我现在还剩下150颗，30抽，我们来试试看夏娃好了。对，反正八粒卡夹已经毕业了嘛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夏娃会不会也一个十连抽，哇，直接中黑金啊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我本来想说这次有守门员呢，就拉下来那张黑金，哦，就直接是八粒。好，来，哦，又有黑金，不会吧？两张，哇，太扯了啦！太扯，太扯，太扯！哦，这个不是，是不是？吓死我！原来是抽到贤者。好啦好啦，那没有，那没有。我想说直接中夏娃，哎，原来我没有这一只木的贤者哦。好吧，好，那还有两次，来，再来。看有没有夏娃，哎，有黑金，哇，两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哇，啊，笑不出来，笑不出来，只剩一次了，只剩一次了，来，最后一次，夏娃有没有办法让我抽中呢？夏娃，想说那么多黑金，哎，该有一张是夏娃了吧？然后就，哎，也没有。哦，这边有三张，四张，四张，四张黑金，下挖了吧？有了吧？哦，居居，哇，结果两张八粒，天哪、啊！这什么状况？这个算另类的欧气吗？好，可是我还是没有中下挖啊。我们来把古币捞一捞好了，看一下古币捞一捞有没有办法中下挖这样子。古币在这边，好，那古币好像也可以一次十连嘛，我们就来十连，来看一下有没有黑金哦。哦，各位观众完全没有黑金，哇，不是吧？好，那剩四抽是不是？古币剩四抽，好，抽一抽，拜托啦，不然我没有拿到夏娃呢，这样我很亏呢。啊，没有黑金，这只是银。哎，等到故事了，来再来，剩三抽，救命啊！拉不到夏娃，拉不到夏娃，爆炸了！哎，还有两张黑金啊，拜托啦，给个黑金啊！不是吧？哎呀，蓝赏。现在不是要你的时候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先暂停、啊、留言看看有没有把海底捞月，来，海底捞月，最后一抽黑金，有没有机会？哦，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果然付出去的就是要还嘛。哎呀，没有捞下挖，而且也没有魔法石了，怎么办呢？看看哪一天能不能中乐透好了。嗯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夏娃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